水上面这个很用力啊，哇，这有时候他就觉得他的有些地方头真的很大，撇出去兜回来，注意这个地方要圆进，这个有刹车回来，球进刹车回来，撇点哦，这个点比较小，因为等一下有错字旁，然后这个点就已形成一个流动姿态啊，那这个滑动上去掉下来滑动哦，这个形状有点像水波流动的感觉，水。